这种安忍呢，可以分三个方面的。有一种安忍呢，自己在修行过程当中、工作过程当中、生活当中呢，就要吃苦耐劳，就是不被遇到一点点的这个事情呢，就然后心就开始脆弱啊，心开始就软了，就是痛苦起来了啊。就是有些人呢，好像遇到一点点的生活当中的这种挫折的时候呢，就是开始选择自杀啊，就选择我刚才问了一些人啊，说是台湾这边的这个大学里面就是自杀的人多不多，他们说至少没有，就尤其是我们这个台湾大学这边呢，最近年的是没有听说过，就是说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啊，就是现在很多大学里面就是因为遇到一点点的，包括一些这个生活上、感情上、学业上、就业上很多问题的时候呢，实在是没办法面对，就是人选择自杀，那这也是实际上是不仁爱的一种这个情况。还有一种安忍呢，就是叫别人就危害你、侵害你的时候呢，你会能忍得住，也就是说比如说有某某怨恨的敌人呢，天天就是攻击你，天天就是说你啊，在这个时候呢，你就不生气。我有时候在电视上看呢、就是我有时候看一些新闻，在这个时候呢，我看你们台湾的这个领导党的话，那就是一定要修安忍，不然的话很多人天天的就骂他、说他，就是那首先要可能要你要领导要看他的忍耐安忍度怎么样，安忍度修得很好的话，然后他可以选出来，否则的话好像很多领导不是你们自己选出来的一样的，就是就选完了以后开始攻击他，就是然后就一直慢慢慢就是让他这个就下来为止，就是一直很有，这就是一方面是很好的，就是可能是有言论的这种这个太自由了吧，但是我们有时候也不能太斤斤计较，就什么消息都要这个说他的话，那这也是不是很好的。就不管怎么样呢，可能不知道这个家庭就是互相会不会这样呢？应该不会的，我相信就是这是对这个外在的一种这个形象吧，就是内在的话呢，对家中就是不会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就有点这个更要修安忍，就是这个这种是安忍啊，就是安忍。然后还有一种安忍叫做法忍，什么是法忍呢？当我们学习一些知识的时候呢，别的一些比如说小乘佛教对大乘佛教，或者是有些人对藏传佛教或者是对盘传佛教、南传佛教，你不能接触的时候呢，就肆无忌惮的就是说他们。其实这个是先你要，如果你真的对别的一些宗派不承认的话呢，你先要去研究，比如说你觉得藏传佛教不合理呢你们去先这个研究到藏地来辩论，看看就是这个藏传佛教是到底是在它的建修过在哪方面是不如何不合理的话，那你可以在我们藏传佛教的寺院都是开放的，就然后你可以欢迎呢，就然后我昨天看到我们那个藏传佛教国际研究会的很多非常了不起的一些堪布啊、各系啊、各大教派的啊，萨迦派的、格鲁派的、噶举派的，还有这个尼玛派的，还听说遮那派的都有。那这些在这里呢，也许可能语言上有点困难，但是我想智慧上肯定没有任何的困难，因为我也知道，我也懂汉语，就是这些人经常说的是什么呢？我也非常清楚。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就接不接受啊，就是用一个思想的这种智慧呢来这个接受。就是我们没有这个任何的道理，就是光说的话呢，那这叫做是文化者，不是智者，不是学者，不是宗教，不是什么这真正的一种教派。就是这一点，现在就是有些人是人云亦云。就是、说实在，我们以真理为准，就是按照释迦牟尼佛的教义，也就是以真理为指导，就是并不是是因为你派我派。我如果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上的时候，哪一个宗派如果是不合理的话呢，我可以这个予以禁止，但是我想推翻藏传佛教呢可能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是如今我们在这个全世界的，我也去过就是许许多多的一些高等学校和跟很多的一些科学家就是有过直接的这个研究我呢是一个很小的人，但是呢更上层次的这些智者们啊，就应该你们也可以就是了解一下，他们跟这个科学跟藏传佛教之间的对话和藏传佛教如今是什么样的。在这个时候呢，我听说我们这里的很多大多数的人就是应该是以自己的真心为准，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否则的话呢好像有些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自己没有任何主见
好像在哪里受什么酒跟着哪里去，就是这也是不太很适合的。总而言之呢，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呢，用自己的这种修行境界，然后呢就是对破。那对破的时候呢，我们对大乘的空性法门，你总不能接受的话，先你去了解。如果你不能去了解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叫做是法忍，就是我们不能了解的，不能随以其废吧。啊，我对大乘空性方面不了解的话呢，我不能说是因为我不了解，它不合理的，它不如法的。就是以前在印度历史上也有很多这样的现象，但这种是不合理的。然后在生活当中、修行当中，当我们遇到这个一些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就是心态上面就是调整啊。就现在很多人在生活当中遇到一点点的这个困难的时候呢，就忍不了。其实，尤其是在生活当中的有个别的一些遭遇呢，对您来讲是一种修行啊。以前，就是在这个文革期间啊，文革期间就是汉地有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一个女士啊，就是然后就开始被他们批斗的时候呢。就是给他剃个营养头，就是然后呢就是剃头，很多女孩子就是当然本来对自己的头发啊相貌都比较执着，然后剃成女孩就是营养头的时候呢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就是甚至很想就是骂他啊，就是他是一个学佛的，然后另外有一个禅门大德呢给他递一个纸条，就是说是此时正当修行时，就七个字啊，就是现在是真正要干这个修行的事了。然后呢，就是他就忍下来了，他就忍下来了。后来呢，他一生当中都是非常这个惯用的。我们也是有时候身体不太好的时候呢，也就是要忍下来。当你的生活、当你的企业、当你的任何的一些工作呢，遇到危机的时候呢，你要用一种坚强的面对。那个时候呢，我们不能天天的是抱怨啊，天天的是怨恨啊，用应该修行的机缘已经到了啊。比如说你家里的人呢，就开始骂他的时候呢。这此时正当修行之时啊，就是你就回去以后想就是，或者是你在有些时候不愉快的时候呢，就是应该是这个修行之时，就这样想。然后这是我想的就是第三点啊，然后我讲第四点，就是叫这个精进度啊，就精进度实际上我们的语言来讲是叫一种勤奋啊，就是勤奋，也就是说从修学当中来讲。我们对时间和出时间的一切都要这个勤奋的去修学，否则的话你特别难懂啊。有些人觉得是叫做是自我清理难懂啊，像我这样的人都肯定没办法。那这样的难懂懈怠放慢啊放散，就是不合理的。昨天一个人说，我们台湾人喝冬天也喝喜欢喝冷水，夏天也喜欢喝冷水。到了台湾以后不能喝热的，一定要喝冷的，所以给我也是喝了一个凉水，破凉水不行的，但是喝冷水应该可以吃，不要破冷水。刚才他不是破冷水啊，这是倒冷水，倒冷水可以，破冷水不好。所以刚才我们说我们要精进啊。就是要精进的话呢，精进有三种，也叫做是开价精进、真心精进，还有不推断的精进。什么是开价精进呢？我自己从内心当中，就像学佛的话，像诸佛菩萨能那样的勤奋努力的获得了成就，我也如此的修行。我们一个世间人的话呢，做人和企业和做人和成功的事情，别人都是那么的成功，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他的各方面的这种超胜的啊，就是你们经常说是超好、超好，就是所以就是说他那么厉害的话，那我也应该向他学习，就从内心当中提升一种开展，就是叫做是这叫做是这个开展境界。然后什么是真心境界呢？那境界是光是内心当中，有些人心里经常说啊，格斗上也说计划的很好啊，就跟别人看的是天天都是看。但是实际上呢，有行动上什么都不走，明日复明日，就是有些人说起来的时候很好听，哇，这个人是真是，他如果真的做的话，他就是国家总统也没问题，总理也没问题。但是实际上做的时候呢，就非常的渺小，很微妙，而且做的事情全是弱了，就是有这种情况。那不是这样，应该是
做任何一件事情呢，就是有头有尾的，有次序，有安排，有计划，有目标，一直就是要做下去。修行也就是一直就义无反顾的这个做下去，就是这就是真正的这种这个叫真心境界啊。尤其我像我们个别人啊，就是做实性的是刚开始发愿以后，中间的是一直我看到这里有个别大哥啊，就是有些做的事情的话，那一直是好多年了，十几年了，比如说做书啊，办中心啊，还要这个学术的这种教育啊，就是很多事情的话呢，那就是永远一直持之以恒的做下去，就是这叫做是真心境界。那不满境界呢，我们这件事情没有圆满完成自见的话呢，就是一直不推转，就像学佛呢，来之不果之前，就是我们的修行就是不推转。那同样的，我们实践当中任何一件事情，只要把这件事情没有告完，没有告成段落之前的话，我一直学下去，一直做下去。有时间经常有个叫做这个活到老学到老啊，我们也是很多人啊，就我看这个台湾跟好像其他地方有点不同啊，就好多比较从比较而言年纪比较高的呢，还在努力啊。就是昨天我们车上有一个道友，就是说这个他是60岁，就是但是还是很好的，就是在飞机场就是有一个60岁的人也在上班，就是很好的。新加坡那边也是有一个70岁的人，就是他还是在上班，就非常非常这个有活力。其实人你不能就是到了这个60岁、50岁就啊，我现在老了，我现在不行了，就是好像自己没有这种性的力量的时候呢，什么行为都是搞不下去，就是这样也不是很好的。应该是一直像这个禅门大德当中有这么多的百岁老人，他们一直没有离开实践之间，就是利益众生的事不断的就是做啊，就这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所以这叫做是精进度啊，就我们的精进呢，按照大乘佛教最高的要求来讲，凡是心持善法的，就是这种乐行的一种叫境界。但是平时我们的有些境界啊，我们现在世间人们啊，就也是应该可能压力比较大，很多人都觉得是从早到晚就是辛辛苦苦的做，其实这是一种生活当中的享受。不要认为是我好痛苦啊，压力很大，好痛苦啊，很多人越来越这样觉得。其实只是你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啊，就你如果没有努力下去的话呢，就是这不是很好的。应该有一个人有一种积极性，这种积极性呢，在用在这个学佛当中的话呢，那更是一种这个成功成就啊，就这叫做第四个叫一个精进啊。然后第五个呢叫禅定啊，就禅定呢它也分为一个时间禅和初时间禅。那么时间禅呢就在可能你们这个地方呢，就是很多人特别关心这个禅修啊。现在听说有些人就是到尼泊尔去，到德国去，到各个地方去，到藏地去，就是开始修禅，在企业当中，在大学当中都在按住这个修行，这是大多数都是实践禅。什么是实践禅呢？就实践的一种方法呢，让自己的性就是静下来。然后我们初实践的一些经当中呢，也有一些不同层次的，有一种禅叫做呢，就是明乐无眼的禅，有些是安住在一种光明的境界当中啊，就好舒服啊，就是明明亮亮的，就是很感觉是已经证悟了一样的，也有。有些是无眼的当中，就没有任何的念头，然后你在无眼当中也安住很长时间。有些是困的这种感觉当中啊，就这些都是其实不是很究竟的，就是它最后也有一定的这种执着啊，就有一定的执着。那最高的是什么呢？就是愿真如，就这是我们很多人很难以的远离四念八系的，就是真正是通达一切方法的真如本性。那这种境界当中安住于处境，就是无依无合，无二无别，就这种境界。那这是很多人来讲是比较难，但是呢，我们现在在座的人可能要减轻自己的生活上的各种负担啊、压力啊，这个时候呢很需要什么呢？就是大家信仰放松下来。信仰放松下来的话呢，应该有很多的，就是对自身的这个生活工作有非常大的帮助啊。以前有一个寺院啊，一个寺院里面的出家人天天打坐，然后这个门客上呢，就是卖豆腐的，有一个卖豆腐的人，然后卖豆腐的人呢就是因为每一次所有寺院里面的出家人打坐的时候，他的生意不好，就是他很不高兴，
后来他就开始去找方丈，就是说是你们这些和尚天天的是做什么，做禅做禅，就是到底做什么然后和尚就是方丈呢，就是给他说，其实就是这种这个打坐啊，就是个很好的它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不信呢你也试一试，你自己打打坐就看看。后来梅多虎的这个人呢，他自己也开始就是双脚盘腿啊，双手蹬印啊，然后闭目思维，就是一直这样，就是参禅过程当中，过了一会儿呢，他很高兴，他说啊，太好了，太好了，这个坐禅真的很有，很管用。然后方丈就问他，就是你说说你吃了得到什么境界？他说我平时心特别乱，就是经常呢就糊里糊涂、胡思乱想，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痛苦、焦虑。但是我刚才一坐下来。就是然后我的心呢好像是什么分别烦恼杂念都是没有的，就是很清净，而且我在这样的清净的状态当中坐着，最后我想起了30年前我的邻居呢在我那里卖豆腐的钱还没有给我，所以我已经相处来了就是别人，所以坐禅是多么好啊，就是他非常的欢喜。我想我们在座的我们张帝也有类似的地狱啊，就是跟这个地狱呢比较相同的，但是张帝呢就是没有禅度过，就是可能另一种地狱，就是确实有时候我也有这种感觉，就自己坐着就是坐禅的时候呢好像需要做的事情有时候想起来了，就是但这个是当然是从禅的角度来讲不是最究竟的，我刚才说是实践禅。现在很多人为什么喜欢呢，有些人跟家里吵架，就是吵架就是跑到就是别的地方去，就是做这个7天的禅。现在汉地也是很多七禅，其实我们很多禅修中心和我们这个佛教的中心呢，就是跟大家的这种调戒的这种方法呢，的确也就是现在这个人类啊，就是特别浮躁的这个社会当中很需要。我们白天就是可以这个修个大概15分钟啊20分钟啊，然后晚上也是这样，到一定的时候就是心已经习惯了。习惯之后的话呢，白天的各种各样的散乱的心呢，就是不会扰乱你。即使你遇到很严重的一些事情呢，很快的时间当中可以调节过来，这是对我们的生活来讲也是非常惯用的啊，也非常惯用的。然后呢，就是讲到一个就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智慧波罗蜜多啊，就是智慧波罗蜜多。那这个智慧呢，就像就按照这个它的本意来讲啊，在座的各位大家都知道，就是其实大家都是学智慧的啊，就是像郭大的老师学生都在某些研究上面呢，确实也是非常有这个成就、有贡献的。那么我们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学者、智者的话呢，他在修学知识、求知识的过程当中呢，都有这个千辛万苦，有艰难的困惑，而且智慧呢，就是在一种艰难的途径当中得到的，并不是很安详、快乐、舒适这样的当中呢，除非是可能前世的一些具胜的智慧非常圆满以外的人，那就确实也就做不到的啊，就做不到的。因此我想所谓的智慧呢，就是能辨别是非的一种这个非常尖锐的心态，叫做是这个智慧。那这个智慧呢，就是对我们的世间的智慧和什么出世间的智慧，从两方面来讲，如果要讲到出世间的智慧的话，那就比较高了啊，就是我们要动到这个我啊，就是我也不存在，我所也不存在，然后这个世界当中的万事万物的真相要用这个就像中观的这个伦理当中所讲到一样，就是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这不是一个佛教的这种教义。应该说我们在座的人如果学过一些更高层次的一些量子力学或者说是心理学，那这个事呢不得不追顺就是2500多年前的佛陀的当时第三传的有些智慧了，因为他的智慧呢确实也是对人类现在我们所发现的许多的这些创造呢就在这里就是已经有答案了啊，这并不是我们极个别的佛教徒呢就开始自己赞叹就是佛教的宗派，不是这样的，这是你们应该任何一个领域当中的有些这个超越的这个研究的话呢，那可以在这个佛教当中有不同程度的一些这个答案。
那这样的诗，我想我们在座的呢，就是一定要有一种最好是有实践的智慧。如果实践的智慧没有，可能我们现在实践当中的做任何事情呢，就是很难以成办。如果没有初实践的智慧呢，在轮回当中戒苦也是很痛苦的。我看到有些实践的学者也好，智者也好，在他们蒙气学术和研究过程当中呢，应该得名声、得地位、得财富，但是在自我戒苦方面的话呢，确实也是大文豪的。我们人生是非常短暂的，短暂的人生当中造了各种各样的业业，最后呢，在自己的智慧质量没有增长的时候呢，确实这个到底叫智者还是愚者，也非常非常的难说。所以我们的这个智慧呢，要严格分的时候呢，有文慧、四慧，还有秀慧，文辞秀，这是在藏传佛教当中有次第的、有系统性的、有剖析的。什么是文慧呢？就是在相关的这个善知识上师老师面前呢，你听述你的这个正义，就正确教导的文慧。什么是思维呢？你所听到的这种教理呢，就是精心思考辨论思维，这叫做思维。什么是修慧呢？那么你所思辨的这些动力呢，还继续用在实践当中啊，就这叫做修行。这是有一个很好的比喻，比如说盲友吃草，就是它是相当也是这个文慧，然后吃草以后呢，开始要蕨草，就是一直在叫难，就是这个叫做是四慧。然后吃完了以后呢，就是要这个吞下去，要咽下去，这个叫做是嗅慧。我们人吃饭也是这样的，人咸就是吃，吃完了以后呢，就是叫，就是叫完了以后你要吞下去。那同样的，我们任何一个知识啊，先就是了解，先了解以后呢，你自己反反复复去思考它。然后思考完了以后呢，你要再修。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的一切万法皆是无常啊，一切万法刹那刹那的是改变的，那这个是贤从老师那里听到，听到之后呢，你自己要去分析。在藏传佛教里面有很多这个剖析的方法，然后你慢慢就像是我们在开始，就是你食物拉到口里以后，你继续要，就是你要笑啊，就是没有叫的话，你要吞下去恐怕不行的。然后这个是就是思辨的过程，过了之后呢，你要消化，你没有消化。现在我们这里有些是智觉精神啊，就光是在理论上就是学一点，然后实际上一点羞耻都没有，一点羞耻都没有。包括有些这个佛教徒啊，包括有些出家人的一些所写的一些书的话呢，当前呢，这样子也有一些影响。有些影响什么呢？我不敢说是他没有完全修化，但至少也是在佛教的有一些，包括出离心啊、菩提心啊，以及我们的这个三界轮回的一些道理上的话呢，就是确实是对佛理的这种修行呢，就是没有这个到位。真正没有到位的话呢，给后人就是开示的这个道呢，还是有缺陷的。有很多人呢，进入你这一条的时候呢，说实在就是，也许是这些人是有其他利益，就另当别论。如果是他是实现诸佛菩萨的相啊，就然后诸佛菩萨呢就是实现某某人的相，然后呢就是言说一些其他道理的话呢，那就我不说了。那除此之外，一般从现象上确实是没有把这个文思修行结合起来的话呢，有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个弘扬佛教的话呢，无论是你是在家人出家人，也有一定的局限。因此呢就是我们要求到一个最无上最高的这种智慧。当然这种智慧呢，我不可能今天呢就跟大家讲，我希望呢我们在这里台湾呢就是也有这个其他的教派的，就是各教派的一些人才，尤其是有很多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些大德的话呢，你们如果语言上没有什么困难的话，我觉得在自己身边有这些三知识的时候呢，应该是自己也要到这个求的。我问了一下就他们说一切的话，很多佛教徒呢就是比较形象化，就是包括一些大学的这个教授也好，学生也好，都有一个很好的信仰。但是这种信仰呢，并不是是伴随着智慧的信仰我们信仰又叫做是知行和迷行。什么是迷行呢？他不知道就是其中的意义，你为什么要信仰佛，为什么要信仰轮回学说，那这个这是一个盲目的去恭敬或者是敬仰，就是这叫做是迷行。然后有一种叫做是知行，那知行是什么呢？确实是你要相信这个，你要信任这个的话，那一定要有一种智慧的前提。
来这个设策，那这叫做是自省。所以我听到的现在很多大学里面的老师和学生也好，然后其他我们社会各界的话呢，现在的这种修行也好，心性呢就是提升一层。为什么呢？很多人的喜欢四点啊，你不是光是别人诽谤的话呢啊，是是是诽谤，别人说这个上师很好啊，是是是这个老师很好，就是不是这样的，应该是有原则性的，自己也懂了这方面的道理。那这个是什么？我们有智慧了啊，我们有实践的智慧，通过实践的智慧，我相信就是获得这个出实践的智慧。总而言之呢，我们依靠就是上面的在这个六度啊，就是六度来调动自己的心，慢慢改变自己，慢慢改变自己的话呢，我想我们毕竟是智商非常高的这个人类，那么跟其他的这个动物相比较起来，就是我们有一个优越的条件，就是一定会是自己的这种心理呢，就是会得到平和、宁静、快乐啊，就一定会是，甚至有些动物啊，比如说我最近听说有一个澳大利亚那边的长影啊。长影的话呢，因为澳大利亚的整个城市的卫生也搞得很好的，人类也居住的比较少，就是这样的原因呢，在哪里的这个长影呢，就是经常找不到，就是这种粪便和这个垃圾啊，就然后呢，他们经常到这个画里面去，开始呢，穿这个画纸啊，就是穿这个花蕊上面的这个画纸。那这样啊，慢慢就是不单是通过科学家显微镜来观察的时候呢，那他的身上的病毒啊、细菌啊，这些都是没有的，甚至他的整个身体都是变成了金色啊，而且他发出的原来的很讨厌的嗡嗡声都是没有了，就是他呢，就是变成了一个跟人类就是相反的一个很可爱的。啊，就是这种。那其实通过自然环境逼迫性的逐渐的这个传习呢，让这些也是变得善良、变得美丽的话呢，我想我们的人心呢，就是更加可以就是改变的。其实我们的这个性呢，改变一切的这种动员力，它依靠它就可以改变。就像一块铁啊，它可以变成铁球，也可以做成针，也可以做成就是其他的这个工具。那么我们一块地呢？它可以就是修花园，也可以呢就是修这个垃圾场啊，就是可以什么都可以。我们这一个心呢，也可以心之善法，就是让它在这个精神当中呢就是快乐，也可以修恶法，就是精神当中也痛苦啊，精神当中痛苦的呢可能会是坐牢，就是在监狱里，来世在地狱当中。而修善法的这些人呢，那精神当中呢就是事业这个有成啊。啊，就身心就是健康，一切就是圆满。来世呢，就是在极乐国土当中，就是可以极乐国土当清净的刹土当中呢，可以这个享受一切大乐。我相信依靠我们这个性的改变的话呢，就是世界也可以改变。谢谢大家。吉祥如意。这次呢，几位仁波切、堪波、格西呢，一起呢就是办一个网络电视台，但是呢有各界人士的护持，有力出力，有钱。